欢迎收看我不可能拿捏频道。今天要玩的是 Soul Fever， 我要活下去。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新的表情动作，终于来了，移动表情甩尾冲锋。左上角这边可以看到有新的嘛。然后这个动作的部分呢，就是坐在兰博基尼上面哦，它是可以使用冲刺按键的。然后等一下呢，就为大家实抽实测一下到底帅不帅。然后这一次里面还放了一台车哦，非常的有诚意。原本想说官方会不会直接全部都拆开来卖啊？因为其他伺服器其实四台车放一起嘛，然后那个动作跟 VIP 动作呢，就是可能放在一起，类似这样。然后可是现在 VIP 动作还没出来，因为 VIP 动作呢也非常帅，就是一台兰博基尼出现。那我看一下，现在应该还没有。然后这台我已经抽完了，在上个影片呢有跟大家分享，那也欢迎大家去看一支影片。今天就来为大家实测一下到底好不好出啊？其实我也不确定。然后它的保底多少？我看一下哦，3000钻左右啦，2449嘛，大概3000钻左右是保底啊。然后目前看到几率最高的两样，我们把它拿来当做移除的东西，降落伞滑板，好，降落伞滑板都可以移除掉啊。这个已拥有，刚好把它移除掉吧。好，上一次已经飞了，很非洲了，今天应该要欧了吧？不欧这个不行吧？说不过去了。好，来试试看我今天的手气如何。手抽是9钻哦，然后下面这台车属性也不错，伤害2个，撞敌人呢比较痛一点。虽然现在跑车已经撞不死人了，就比较撞不死了、哦。不过加2个或许撞得死了吧，之后可能可以测测看。那手抽9钻来咯，能不能够单抽就出到表情动作跟车子呢？这次兰博基尼4台我都想要啊啊！手抽是钻石转蛋券，好吧。就是幸运转蛋券，以前叫钻石转蛋券，现在变成幸运转蛋券了。再来49钻，加49钻的话是58钻。我刚才要中车子，不会用保底转盘吧？上次抽有玩家留言说单抽中车子99，现在是157钻左右，对吧？看来又是保底转盘，这一波不好抽啊，各位。我们再来，我如果连续两次都保底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非常难抽。官方应该设定保底几率非常高啊，就是大部分玩家都会保底，因为他们要把这个钱赚回来。他说不行啊，隔壁一棚太多人在玩 ，Arena Breakout 一堆人在玩，哇，再来599，太扯了，保底转盘，太扯，这个太难抽了吧，连续两次都保底哦。好啦，至少抽到车子啊，大概台币保底的话应该是700-800块台币吧，看一下，899，我算一下哦，大概2952啊，2952的话就差不多台币3000，台币3000赚嘛，3000赚就差不多700-800块台币啦，就看你们几抽抽到啦，总之保底转蛋，中奖几率，哇，好啦，总之中奖几率仅供参考啦。就是大家抽抽看吧，说不定又有人单抽就出了。那我们来试一下他的动作如何啊？表情动作这边，然后我们把它移出来。这边有台车嘛，我们把这个换掉，换成新的兰博基尼。其实主要抽这个打排位有没有帮助啊？有玩家留言啊，我个人是觉得主要耍帅为主啊，因为车子很容易被打坏。如果你有装米莎的话，或许有点影响。我之后可能会拍短片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车子的作战画面哦。总之，我们就先装这个吧。他两台，这台我已经抽到夜幕神秘。然后有人说这个是什么毒药？有玩家留言啊，好像这不是大牛小牛，是毒药系列吧？然后也欢迎大家留言。哇，这个有在研究，真的是非常懂车啊。像我只知道帅而已，跑车很帅，我没有去深入了解。然后也欢迎大家留言，这台该不会有小名吧？他叫银雾骇影，伤害2个，耐久度提升，伤害减免降低，就是说，他被枪支武器打到呢。更容易坏的概念就是这样。再来，我们去社交岛，出发。我来瞧瞧这边有没有玩家已经拿到表情动作了。现在是平日的下午啊，好像没有看到有人，有人有车子。好吧，那就由我来开一下车吧。哇，车长这样好小台哦。我头变大了，把头打到变大了，长这样子。那他们特效有没有声音？我听一下。好像没什么声音的样子。好像有声音。
欸、有有有，现在这个声音很大声嘛，它会有一个，它会有这个声音嘛，对不对？这台车子会有这个声音。哇、啊，凝胶护盾，尬掐，尬掐，有人要跟我尬掐了。哎、欸，按错键了，要用这个。好像有一点点声音，是我错觉吗？好像有类似一点点声音啊，就一点点而已。然后这台的话，就是我刚刚抽的那一台，所以要故意把它摆一起吧。这样子不知道会不会爆头哎、欸，我还没有试过这样子的动作在游戏里面，然后会不会被爆头？有打死敌人后，然后展示一下动作、啊，感觉很帅，因为那个敌人是开车来的，之前有影片有分享，他开车来，然后我把他收掉后呢，我就开着我的表情动作车离开。我来试一下这一台吧。我开着车子去找好了，开车去找跑车。哎、欸，这姿势有个帅，是自动驾驶吗？哇，找不到车子哎、欸，糟了，这车子又去哪里了？哎、欸，找到跑车了 ，OK， 变身，好，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长这样。它这台其实就没有尾翼啊，不过也是流线型的车身啊，看起来很帅啊。然后黑黑的，可是它颜色其实比较偏向我们原本的跑车的颜色啊，实际上展示是这样。然后它一样有气流的特效，看起来蛮漂亮的，气流特效满满。OK， 我们来开它开一圈吧。然后这台是伤害提升，它车速没有提升哦、啊，所以说游戏中的话呢，它撞敌人应该会比较痛一点，比另外一台还痛。OK， 我们来试一下时间吧。Go， 看能不能超越现在的第一名啊！气流就是蓝色、红色哦。我们有在踩刹车的啦，我降速不踩刹车，因为这游戏其实没有刹车，它只有后退键，后退键可以当刹车用。所以我开车的时候我都是降速啊，后面有人，那追不上我的啦，消失在我的后照镜吧。这台车速真的比较慢，我那天测另外一台到150几吧，在这个场地可以开到150几。来看直线哦，130、41、42、42，差了10哎、欸，不过我第一名了，好啦，第一名了。挡住他，挡住他！我已经第一名了，哈哈！走开，走开！哎、欸，里面有人在交战呢、欸。好的，来看一下名次吧。第一名是谁呢？我不喝拿铁，0055。我记得我另外一台可以开到0050还是4级吧，忘了。反正另外一台比较快啊。给大家看一下排行榜，就是我啦。赶快来挑战我！哎、欸，我们在上面，然后再开车嘞，哈哈，车上加车。他那是什么车子啊？哦，这台哦，啊，我可以开上去、欸，哎，超好笑的。我可以开上去，哎、欸，车子大小其实差这么多、哦，哎、欸，我可以开到它上面，好好笑、哦。没想到可以车上叠车、欸，哎，难上加难，车上叠车。他说什么？哎、欸，他开麦、欸。他刚才是学羊叫、啊，我刚才又听到羊叫的声音，哦，哈哈，我可以跟他并驾齐驱了，哇，好好笑、喔，太酷了吧！比例在车子在二分之一吧，一半的大小而已啊，缩成一半大小，哦呦呦呦，蛮有趣的哦、喔。为什么一直要找我打拳击啊？不知道我拳头很痛吗？哎、欸，我会趴着，以前都会趴在人家车上。这样子趴在车上，大家开上去，看有车子哎、欸，太好笑了！哎、欸，这个尬车也不错啊，尬掐尬起来，
抢不到跑车，我们就自己尬掐了。其他其他的车加速可惜不能用加速键开动作啊，如果可以就很棒了。好啦，今天快速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新的表情动作跟跑车呢花了多少钻抽到啊，然后几抽抽到，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集。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别喜欢持续订阅打开通知铃，当然也欢迎大家留言呢你们花多少钻抽到。那我们下游戏见喽，拜拜。